你好，我是金怡，我们是宅之中国，这个中国首座非遗馆的代表方。我们来自这一次我们的合作城市是苏州，宅之中国的运营方是苏州文旅集团。我们是以首座为主，我们这次呢其实是来自三个地方，来自于苏州的光福，来自于苏州的盛泽，以及来自于苏州的苏绣小镇。那么我们的代表作品就是光福的所有的手工手作产品，还有苏绣小镇的苏绣产品，以及盛泽的丝绸产品。都是属于传统工艺，应该都是传统工艺，但是呢我们也在做一些突破，并且和日用产品相结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非遗产品叫宋锦，原来宋锦是用木质的机器制造的，但是呢经过了这个机器制造以后，它已经能够成批生产，并且现在它的销量非常大，所以说它能制作成衣服、钱包、包包、丝巾等等。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织造物已经从传统向现代也发展了。因为手工艺呢长期处于就是手工工匠模式，一般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单独完成的，但是我们这次呢也发现，就是说大家的心态现在都是要把这些产品尽量能做到批量化、商品化。因此的话，其实在苏州也有很多国资平台，它在整合这些资源，就是他们希望一些订单模式以后能够集合多名以及更多的一些手工业人，能够一起来做成一些产业化的东西，而不是个性化的东西。传统工艺在这个传承的升级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损失到它原来的一些美感？我们不能叫损失，而是可能我觉得叫与时共进。因为确实我们的传统工艺更多的审美是比较传统的，而且是相对具象的，比如说蝴蝶啦、花啦、一些鸟类啊，这些都是长期运用于比如说我们苏绣啊，我们一些传统工艺上的图案。但是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是和年轻人的品味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需要对于一些就是审美更多的是一些国际化的一些寻找。因为确实我觉得现代人对审美以及说由于更多的信息量以后，其实大家都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其实这次呢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Maison Objet 这个展览，我们首先想向这个 Maison Objet 的平台上的所有的这个观众和消费者展示的是我们苏工苏作的这个能力，我们的这个手工业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水平。当然我们希望有着更开放包容的心态，就是我们希望向全世界的设计师、全世界的合作方发出邀请。